Hello，我系家父姐姐啊，你叫咩名呢？好开心你又翻嚟上堂啊！我哋而家要开始我哋嘅课堂啦。首先我哋唱嘅系上堂歌。小故事大道理，做事要专心。今日猫爸爸约咗狮子哥哥去打篮球，乐乐知道咗之后都好想去呀，因为乐乐真系好中意打篮球噶。猫爸爸就话啦。哦，我呢要先完成咗我手头上面嘅工作先，因为屋企个厕所嘅水龙头坏咗啊，所以我要先整咗先至可以出嚟打篮球。而狮子哥哥呢，佢咁啱都仲有功课要完成喎。於是猫爸爸同狮子哥哥就约好响一个钟头之后先至出发去打篮球。猫爸爸就同乐乐讲啦，乐乐，你系有冇功课要完成啊？乐乐就话啦，我仲有一份功课，不过应该好快就可以完成噶啦，15分钟就冇问题噶啦。于是爸爸就话啦，咁好啦，你快啲去完成佢。我哋一阵间完成嘅话，就可以一齐出去打篮球啦。乐乐听完就即刻走入房，准备开始做佢嘅功课。但系佢见到地下有一份未开嘅礼物，于是佢就谂起：咦，呢份礼物好似系之前生日派对嘅时候未拆嘅噃。唔知入面系啲咩嚟嘅呢？乐乐坐咗喺地下，拆开咗份礼物，发现系佢最中意嘅玩具车啊！佢即刻就玩起上嚟。冇几耐，佢又听到出面有啲声，于是就行出去。佢望到妈妈原来喺厨房嗰度整紧沙律。於是乐乐就好开心咁样讲：妈妈妈妈，我都想食啊，好味啊，我鍾意食沙律噶。妈妈就话啦：乐乐，你快啲去做功课啦，完成咗之后先至可以有沙律食噶。於是乐乐又翻入去房入面，但系当佢啱啱坐低。拎起支笔嘅时间，佢突然间又觉得个喉咙有啲干啊，所以佢又打开门行翻出去，去咗厨房嗰度斟水饮。饮完啖水，佢又觉得佢有啲急，想去个厕所啊，于是又走咗去厕所。终于。佢都坐返埋位嗰度，准备开始做佢嘅功课啦。喺呢个时候，门钟突然间响起啦。原来系狮子哥哥啊！乐乐望下个钟，哎呀，原来不经不觉已经过咗1个钟啦。爸爸就话啦：哦，太好啦！我已经完成咗维修嘅工作啦，
乐乐，你可以出发未啊？乐乐呢个时候望下手上面嘅功课，只系写咗一行咋。佢知道佢冇完成到功课，一定冇机会出去打篮球噶啦。佢好失望，好唔开心啊！爸爸就话啦：乐乐，头先我喺度一路维修嘅时候，就见到你喺度行嚟行去，好唔专心啊。乐乐听到爸爸咁样讲，于是就翻入房啦。佢决定今次一定要好专心去完成佢手头上面嘅功课。果然，佢坐埋去好专心嘅时候，只系用咗15分钟就完成啦。喺呢个时候，妈妈就入到嚟房，同乐乐讲：乐乐，你睇下，如果你专心嘅话，其实好快就可以完成噶啦。下次记得一定要专心完成手头上面嘅工作，咁样你就有大把时间可以去玩啦。小朋友啊，故事就讲到呢度啦。平时你做事专唔专心嘅呢？这个故事提醒我哋，只要我哋做事专心嘅话，唔单止快，仲可以做得好好添啊。家父姐姐游学团。Hello， 欢迎你来到森林啊！不知道今日我哋喺森林里边会遇到啲咩嘅动物呢？啊，系蛇啊！可能你同我一样，听到蛇都会觉得有啲惊，但原来蛇系一种好特别嘅动物嚟噶。今日我哋就去认识一下佢啦。蛇嘅身体有鳞，而且光滑。身体的长度可以由10厘米到最长的1450厘米。即是说有些蛇可以细到得我们的手掌那么小。大的长度啊，差不多等于两架小巴那么长啊。蛇是没有脚的，属于爬行类的动物。虽然它们没有脚，但是千万不要看小它们。他们在地上面可以 S 型地爬行前进，甚至爬上树上面。你看看他们爬得多快。蛇的爬行速度很快，但他对眼就不太好了。他可以说是自然界的大近视，所以他是靠另一个器官帮他分辨四周的环境。你猜下是哪个器官呢？原来是脷啊，它的脷是分叉的，透过不停的伸脷，令它可以感应到身边的温度、湿度等的变化，是不是很犀利呢？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蛇的踪影，它们大部分都生活在陆地，有些就生活在水里面。但是无论哪一类的蛇都是食肉的，所以无论是猪、兔仔、老鼠、雀仔等等，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午餐的。你们有估下蛇怎样吃东西的呢？蛇不像得我们这样，它没有手，不可以拎着餐具进食，但它的头骨有特别的构造，令到他们可以无限制地擘大个口。因此就算只动物比它身形大，蛇依然可以将它吞入肚里面的。蛇捕捉猎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。第一种是用毒液，
透过毒牙令到猎物喐唔到。第二种就是用佢自己嘅身体紧紧嘅勒住猎物，令佢哋唞唔到气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会同我一样，觉得蛇系好可怕噶啦。但系其实又唔使太担心嘅，因为有毒嘅蛇其实只系占好少嘅部分。而喺香港常见嘅蛇有14种，当中有8种系有毒。但一般嚟讲，只要我哋唔主动去攻击佢，蛇亦都系唔会主动攻击人类嘅。假如真系俾蛇咬到，就要快啲去医院啦。律动时间，小朋友，你哋准备好未呢？又是时候做运动啦！手撑腰，左右两面摇，弯向左，弯向右，向着后，向着前，跳跳跳，两手用力再撑。我哋一齐跟住音乐扭扭腰啦，准备咯！跳一次唔够嘅，我哋嚟多一次啦。跳跳跳，两手撑腰，左右两面摇，弯向左。手用力再撑腰，扭腰转一圈，再转一圈，保护腰脊多紧要。小朋友，我哋一齐跟住音乐扭扭腰啦！准备咯，跳跳跳，两手撑腰，左右两面摇，弯向左，弯向右，向着后，向着前，跳跳跳，两手。
音乐斗知识。又到了 Terry 哥哥音乐斗知识的时间了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种乐器，佢就系尖鼻啦。尖鼻尖鼻，你个鼻尖唔尖噶？其实啊，呢件乐器同鼻哥冇关系嘅。尖鼻呢个字系法文嚟噶，一般我哋都会叫佢做非洲鼓。你估下非洲鼓系边个地方嘅乐器呢？哈哈哈！聪明嘅你。听个名字就知啦，呢种鼓系嚟自非洲嘅，但系你见过佢未呢？喺差唔多1500年之前，就有尖鼻呢类型嘅鼓乐器出现噶啦。不如我哋一齐先听下尖鼻嘅声系点先啦。齐来做个小侦探。弊啦弊啦，黑暗大王嚟咗啊！佢将所有嘅蔬果都变晒黑色啊！小侦探啊，不如你帮帮我手啦！呢个系乜嘢嚟噶？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色的呢？原来这个是苹果，是红色的。那这个是什么来的？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颜色的？哦，原来这些是黄色的香蕉。那这个又是什么来的？你估下它应该是什么色的呢？哦，原来这个叫做牛油果，是绿色的，中间还有一粒很大的核。你有没有吃过呢？咁呢一个又系乜嘢嚟噶？佢嘅颜色又会系点嘅呢？哦，原来呢个系柠檬啊，系黄色嘅。嗯，好酸噶，你怕唔怕酸噶？呢一个又系乜嘢嚟嘅呢？你觉得它的颜色是怎样的呢？哦，原来这个是榴莲，它原本的颜色原来是这样的。你又喜不喜欢吃呢？耶，黑暗大王被你击败了，所有的蔬果都有回颜色了。多谢你啊，小侦探，下次一定要再找你帮手先至得。小朋友，今日嘅课堂就嚟到呢度啦，记得同爸爸妈妈分享下你今日学咗啲咩，我哋下次再见啦。再会了。